上课喽！呀，大家回到座位上了没？我们下半场即将开始。上课了，在那边唱歌。啊，没办法啊。你就是要唱歌哈。我们今天是音乐课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误会。老师那个升 key 太快了。对，老师升 key 太快了，老师。都是老师的错，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回来了。对，好啦，我们回来了。对，好，下一首歌，不是下一首歌，我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。很简说呢，你。对，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曲呢，很快要带大家进入了，就是我的歌曲里面的某一首比较嗨一点的歌曲，这样子。刚才还不嗨、哦。还好啊，刚刚我们要不要起来跳舞？好，那你们准备嗨了哈。对，所以就要麻烦你们起来，就是你看，蓄势待发。好。好了，已经准备好。对，所以下一首歌曲呢，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 stand up， 好不好？Stand up。听不懂的，麻烦大家起立。起立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这几点了？现在几点？现在9:20。现在9:20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刚刚是不是吃完了晚餐，然后在这边散步，还没有真正的消化，所以这个时候让你们好好消化一下你们的那个身体油脂的部分，所以需要你们消化一下刚刚吃下去的东西。对，等一下需要你们就是动一下你们的屁股啊，然后动一下你们手啊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需要你们就是跟我我会喊名字的时候，食物的名字的时候，需要你们的声音，你们的声音也借给我好不好？好、oh. 好，哎呦，我听得好了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个气氛。好，三首歌曲叫做《年纪》，要献给大家。
就是瘦了3公斤，目前。哦，哎，很棒呢，你们怎么这样？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你们怎么那么棒呢？真的，这么好被操控。哇塞，真的是。对的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要这样子。我们出来听原住民的歌曲呢，就是要嗨起来，对对，而且不是只有坐着听。对，不是只有坐着听，然后要动一下身体，然后动一下你们的喉咙，然后顺便手杯，手中一定要有一杯酒，来拿起你们的酒。哎，有回音耶！来，对面的朋友，拿起你们的酒，跟我们一起干杯！干杯！不好意思，口渴，第一杯没了。哎，老杯，我今天有3杯扣打，3杯。你刚刚说老杯吗？你说你爸吗？啊，不是。我爸，我爸今天有来吗？我爸。我胸前爱。啊，我音乐上的爸爸有来。啊，可是我的爸爸有来吗？他在顾店吗？对。啊，在顾店呢。在顾店啊。很辛苦啊，老爸，我爱你哦。硬要讲，大声讲。好啦，你刚才是说你老公对不对？对啦，老公啊，好啦，好上了好上了上了， okay, 老公已经唱过歌了，不重要了。哎，你还穿着他的礼物，你在那？啊，救命，爱你。好啦，下一首。好啦，下。